最近连日来一直下雨，早上在自制的信箱拿信时，发现信箱的屋顶上长出了这群不知名的菌类。使用 Google 的图片查询功能，来试试看能否查得到他们的身份。点进了台湾生命大百科的网站，原来它叫桂花儿。网站的物种分布地图显示了在台湾它主要的分布区域。原来它还是可以吃的胶质真菌，但可能因为它太小了，没什么经济价值，所能查到的资料并不多。平凡的生活里总会有一些惊喜等待着我们去发掘。